楼走了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爱情是一份答卷，我已经给了他我自己内心的祝福，所以我把这份答卷完成了。这是我的终点，那也是我未来感情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。至少给大家一个道别的机会。这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我也会把它很好的记录在自己的脑海中。这一次来小屋，其实大家相聚的时间还是比较少。如果以后有这样的时间跟机会的话，我也愿意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。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幸福。他到最后还是专门写了一个兔圆儿，是，还是给了一个偏爱在那边。他们都是中文系的吧？这两个一定是中文系。弹琴的时候很好看，不弹的时候不好看。是你喜欢的吗？是。你喜欢男生会弹琴吗？我喜欢的男生会弹琴。好会问呐、啊！他也好会答呀，他这两个人就像有过剧本，写过台词，每次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天哪，语言的博大精深。这是自在做朋友啊！这个三火和三水其实理解为他们是已经划清了这个界限，退回到朋友。所以我就觉得这就肯定会有很多朋友看节目会觉得这个说这个 CP 什么 BE 了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 BE，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 E 而已。对，它就是两个人的相处，有可能走着走着发现彼此没有那么合适的时候。在合适的时候分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其实。呀，这是自在做朋友。是在回答他的那个问题，你是还不错还是第一位？那个三水算是就等于拒绝了吗？退回到朋友的位置上了之后，三火有点沮丧。但是对一段感情，接受和拒绝都是你的权利，你去听从你内心做的选择。当然可能会伤害到别人，但是不要为了这个去背负太多的那种情绪上的压力。哎呦，我今天晚上想发朋友圈的第一个瞬间，我想到的是今天真的是甜分爆表的一天，我太开心了，感觉特别甜，我扣我自己。我扣我自己，给得漂亮，我扣我自己，这个真是，这话真是。When it's burning hot on summer days, she's exactly what I need. Said she's soothing like the ocean rushing on the sand.
他们是一问一答，那个时候你呢？他们每次都这样。哇，哎呀，这种发朋友圈的感觉好好啊。嗯，传纸条似的。就是那个牵手嘛。嗯。对，就是我那一下觉得好，好甜啊。他们两个还在回顾呢，他自己磕自己，还真是自己磕自己。我第一回见到复盘这种情节。怎么会有两个人复盘这种东西啊？你有没有觉得咱俩今天好甜？我掐你，我掐你。哦。牵手了，牵手吗？嗯，对，就是我那一下觉得好，好甜啊！他们两个还在回顾呢，他自己磕自己。然后那天我不是和你说我工作见过很多星星吗？嗯，对，就是它会变，会有很多星星。哦。可以对你是喜欢，我是喜欢，但是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自己。你可以说我是个懦夫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可以了，你别动啊。嗯。就我觉得宝儿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女孩子，而且她也就是完全没有辜负自己对另一个人的喜欢。嗯，很勇敢的去表达。